因为白天其实要做的事情挺多的，然后我担心我又犯困，所以每天还是只上午喝一杯咖啡，这样的话白天精神会很好，就好像之前工作一样。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家办公了，所以现在其实还蛮早的。这边的这些是我特地从家那边带来的画作，然后之前说给你们寄的，就是年前我说感谢19年小伙伴对我的支持，抽了几个名单说给你们寄的，但是现在我就只有这个盒子，这个泡沫纸什么的全部都没有来，很尴尬。这个是我准备好的纸盒子，然后包他们的这个也准备好了，包他们脚的也准备好了。可是我也不能这样子给你们寄过去啊，没有泡沫纸，邮票纸也没有给我发过来。不过现在特殊时期嘛，所以希望小伙伴们再等一等，可能还得等个一个多星期吧，泡沫纸到了之后给你们打包了寄过去。这段时间因为一直在关注武汉的事情，所以一直静不下心来画图，精心准备画一幅小练习。希望可以静下心来吧。我用的这个是专门用来练习用的板子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刷点底胶吧。本来是想要用那个小画架放在桌面画，但是搬完家之后这个桌子就变得好小，所以我就只能在这个大的画架上面画了。还有好些画笔在家里没有带过来，然后我当时想的是我要不淘宝再买一遍吧，然后发现快递现在好多地方也都不给寄，好尴尬。等一下我准备先画一个之前那种风景的，先让它再照亮一亮。终于打扫完卫生了，我发现我在家的时候就很喜欢收拾东西。然后我昨天的时候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自制口罩的，这个就是这种自制口罩之类的，我就想我准备试一下。我家里有棉柔巾的话，就是棉柔巾就是洗脸巾吧，我有一个这种薄的，
然后还有一份这个厚的，我准备拿出来试一下。说是无纺布的这种吗？但是我不确定，我觉得看网上的这个教程，好像不太适合用来纺我们的飞沫哎。然后这是厨房纸这种的，好了，工具安排好了。然后我的迷你订书机没有找到他说的那种橡皮绳，所以拿了一个这个。这个是之前买材料的时候店家送的。然后再拿两个这个吧，因为这个太粗了，我不觉得它能挂在耳朵上。好了，材料算是备齐了吧，那我就开始尝试一下吧。先是用这个，他说是要对半折，然后再这样对半折。我得声明一下，我不是没有口罩了，我只是想尝试一下这个。行，这个。我的这个发圈实在是太粗了，我就只能用这个了。用上我迷你的小订书机，有点厚，塞不进去。哎，我好像是做了一层哎，不管了，我先试一下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失败品，不行，完全不行，感觉，因为它这个好小，它太小了，宣告失败。好吧，拆掉。我用这个尝试一下，我感觉其实这个真的也就是用来可以防防灰尘，或者是像日本那边可能是用来防花粉的比较多。而且它光是一层就已经很厚了，大家出门还是尽量能买到口罩就用医用的口罩吧。这个自制的我觉得完全不行，因为它也不防水，就只能说是平时如果你打扫卫生之类的。在家里可以防一下灰，宣告放弃，太小了。算了算了，去画画吧。因为今天就只准备画一个练习，所以我就准备用 KBO 的颜料，也不是画创作什么的。我的这个嫩黄已经只剩下这么一点了，然后年前买的快递到今天都没有到，应该够用的吧？我就画个小。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今天是阴天，没有阳光，所以虽然现在才下午2点多，但是已经要开始开灯了。因为就一幅小画，所以就这几个颜色应该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
大概画完了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你们之前你们总说要想看我的调色板，它现在是这样。啊，外面天都黑了。然后现在我要下楼去拿个快递，应该是小绿的花盆到了，我等会儿可能还得种一下小绿呢。我回来了，是的，我要开始种花了。这个是年前买的花盆到了，然后我现在想要把它们种出来。这个大盆儿，我的米还没有来，我决定先把它们。这次我拿了点东西垫着。这个是白雪花，我决定先把这三棵木里种起来。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，所以我今天下面垫了纸，然后在这儿放着。好像我的能量是完全不够的。真的是泥太少了，完全不够。我要先去洗手间把它们浇透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，但是泥太少了，希望它们能好好撑过这几天。现在还剩下一颗茉莉，这颗茉莉还有这颗蓝雪花没有种，希望可以赶紧来点泥吧。我买了好几家都没有到，太尴尬了，感觉好对不起小绿们。外面下雨了，你们三个就先在这儿待着，等我的泥和花盆都到了，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小家的。拜拜，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，拜拜。